这里一定要找落盘的话，两边都已经一定要平衡。就这两个膝杆要平衡平行是吗？是啊，然后这个胶的话比这个高高出一点点嘛，它吸力有。就是那个吸嘴要比那个下叉阀高高一点点。是用螺丝扭开的吗？是啊，用扳手扭开。 把这气管插上。等一下，这个已经调好了吗？这就没有啊，我先调上面那个地方。哦，调。哦，把这个橙色的气管接上。之前是大头板是只有一根气管是吧？小头板两根气管。 然后就把小托盘放进来试那个尺寸，然后把它推。要推到两边的一样的位置。什么叫推到两边一样的位置？那你肯定是推到一个居中的位置嘛，不可能这边多这边少吧？哦，就是把托盘推到居中的位置。那参考物是什么？参考物？什么参考物？ 就现在已经调好了，然后把它固定回来，是吧？
现在要调哪里？调下叉阀。下叉阀。哦。下叉阀的话，把它背面反过来。哦，下叉阀现在是这个插在前面的，要把它背面反过来是吧？是啊，找到合适的位置。哦。每个托盘的高低不一样吗？那个。哦，是90度反过来，之前这个是凸在外面的，哦，不是，它也要是凸外面，哎，哦，它之前是这样的，现在呢？哦，现在是这样的，之前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，哦。真的很难调那个。你拿不拿的讲到方法？主要是它这个东西太挤了，它没有空间给你，没有空间给你。就四个下叉阀都要换过来是吗？是啊。上面那个不用换，调高一点就是。调到适应的位置嘛。如果你熟悉的话，就经常调的话就简单一点。我们偶尔调一下怎么，好像没有那么熟练。嗯。每个人拿手盆都不一样。
两个位置呢一定要平。这两个一定要单对的，不要一高一低的。哦，要平行。然后这个调三角阀的话，这个高要对准啊，高一点。这个下叉阀要对准哪里？上叉阀。哦，上叉阀。上叉阀要对准哪里？这个高喽，比那个平面高一点点。哦，上叉阀要比那个托盘的上面高一点点是吧？不知道这架多大，你就把它上下把它翻出来，就知道那个平衡。哦，把它给插出来。啊，用手动插就好。就知道，就可以让它比它高一点了。就知道它有没有哪里高哪里低了吗？哦哦。这个什么上插阀下插阀，就是刀片是吧？是啊，刀片。哦，因为。是托盘越小越难调是吧？因为地方太小了，你没有地方去动。这个现在出现有歪了嘛，我就把它调整。哦，就是这个托盘歪了。不是，这个上下阀歪了。哦，上下阀歪了。是把它调的轻一点。哦，这个是调上下阀的左右是吗？是啊。左右的位置，然后里面那个小螺丝就是调上下的位置。是啊。要拿着透明的看，比较看清楚。哦。
C 杆还不够高吗？哦，把它调高一点。就是这样不够高，又吸不到。哦。这个是调高吸盘，调高调吸盘上下的螺丝是吧？这个。对。哦。它一共有四个是吗？就是这个螺丝，那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。这个大的螺丝是干嘛的？不用的。它这个不平行，你看，有一边高一边低。你这个吸盘，你过来看，它不平行。里面的要再高一点点。里面的要高一点点，歪了。我觉得肯定不行。你看这边矮了一点。如果顶住的话，就把这个拉出来一点点。啥？挡住那个波纹那个。
这是是。哦，这个是这个架子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那个这个。这个护栏嘛，后方的护哦，这个这个白色的护栏，这上面的护板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护板，啥护板？哎呀妈，这个光！护板不要，这个螺丝不要顶顶住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护板是那个什么下插阀那个位置是吧？不要顶住哪里？就顶住那个螺钉啊。哦，那个护板不要顶住最上面那个螺丝是吧？啊。要调是吧？两边都要调。